玩意儿吃下去，直接加500个鸡腿，这辈子不用吃饭了，兄弟们，我是饭桶。好家伙，吃完了，饱食度是多少？可是它上限只有20，管它呢，反正这就是主食了，朋友们，不管了，以后不用吃东西了啊，一口下去撑死。再加上我们上一期视频开到了无尽定，哎，你看随便买，咱就是有钱，237兆，我家里花盆都摆成两行了，都两排啊，两排。现在我们来做一套无尽装备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这叫懒人生存，对吧？但是最开始这个系列应该是叫高版本泰坦生存，只是因为我想着先玩玩，这里 mod 太多，咱们一个一个往里玩，对吧？等我做出一套无尽装备，或者全套寂寞神装，这个才叫寂寞神装啊，这个才叫寂寞神装，我就直接把高级泰坦加进来。我的天，我跟你讲，老炫酷了！现在我先看看稿子什么的能不能做，哎，无尽稿嘛，水晶巨人块跟中子太素锭我有没有？我应该有吧，这东西不能没有吧？水晶巨人块我有，那玩意儿我就没有了。你别闹，这肯定生出来了，哎，都生10个了，够用够用。然后拿它做个粒，哎，吓死我了！我就说嘛，咱们录了这么多集视频，我就是挂机也给它挂出来了呀。哇，这玩意儿不值钱，有多不值钱？下界合金粒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这里中子这么不值钱，要我自己，我肯定要给它设置个几百万、上千万的那种。再合成一下块，当然咱们用不到块啊，我们就用个锭就行了。叶枫只要有锭就可以了。来，叶枫用锭去做这个啊，这里边的小工作台希望不会影响到我。哎，小工作台能用吗？还能用，高版本无尽贪婪666，这个设计太人性了啊，非常人性。都不用担心我再拿都不用麻烦我再拿一个工作台了。也但是这个有点强迫症让我受不了。他这多一块你知道吗？这儿稿子做出来了，世界崩解之稿，无尽纪元我来了。稿子可以换了，什么寂寞多功能边去，他这个寂寞多功能工具伤害都是负数，都没伤害，这纯挖矿。哈哈，世界崩解了，朋友们。多功能工具存起来，计算稿存起来，这些东西这生命恢复跟假的，我都不想要。其他道具我都知道怎么做，900多应该可以做完。胸甲是需要一个水晶的，兄弟们，胸甲放好。无尽啊，我都不用看合成表，兄弟们，真的合成表都不需要，我都能把它做出来。位置往上来一点，绝对没错。来，无尽胸甲，最关键的，因为这东西能飞。哎。虽然我现在寂寞也能飞啊，但是这个无尽是带翅膀的，注意，请注意，还能卖，这能卖，咱卖到转化桌里，我怕哪天我转化桌夹啥的又被炸了啊。哎，可以带上胸甲，试一下试飞，哇，哎呦，怀念呀，1.7/10的一个飞行小翅膀特效，在1.165版本也看到了 ，nice， 很不错，这个直接扔掉，现在头盔。哎，算了，都做吧。寂寞套装现在还没有全套，而无尽全套如果做出来就是无敌的，有无敌效果。头盔怎么做来着？呀，需要催化剂，能不能拆？能拆出粒儿？啊，不对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无尽定是有催化剂合成的，但是，他这玩意儿是用这个合成的，这不可能拆出来呀。它逆向只能出粒儿，这粒儿是干啥的咱也不知道。那头盔暂时做不了，那只能先做裤子了，兄弟们，裤子也需要催化剂，那就只能做双鞋了，兄弟们。哎，退而求其次吧，这催化剂真的是太烦人了，我又得找四叶草去了是吧。哎呀，鞋做大号的了，这我穿40的，给他做了双43的。好家伙，下来啊，这也不对吗？哦，这是不对。别闹，不可能，这难道海大？这不能了吧，这海大 ？What？ 这儿？那上去就得再多一格。你这……不对。我找一下，我不看合成表，我就得看了，兄弟们得看了，这不看不行了，这鞋。我知道了，他可能要指定位置。你看我这明显大小都一样，太恶心了，这太恶心了，这种合成锁定合成位置是吧，位置不一样都不行。我刚才跟他摆的是一样的方向，怎么不可以呢？
无尽鞋有了，之前本来我们有个无尽裤子，可惜存档崩了，呵呵呵，继续找催化剂吧。对了，不要忘记点赞视频，关注一下叶枫这个小作者，不关注下次就刷不到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